皮肤变丑。朋友怀孕的时候皮肤很差，那时看到她满脸痘痘，还留下了很多痘印，因为不能化妆，所以只能忍受变丑的样子。很多人看到她皮肤那么差，都说她怀的是男宝，直到她生了宝宝才证实了一点，确实是个男孩。二，爱吃肉，怀男孩的孕妇特别的想吃肉，只要一闻到别人家的烧肉味，马上就有种口水都要掉下来的感觉，但真给吃却又吃不了多少，这好像是因为怀男宝所需的热量要大于女宝。三，做刺猬彩超时很配合，一般怀男宝时比较配合，做刺猬彩超能一次性通过，而女宝则是和妈妈对着脸，一般要经过好几次才能测出来，不知道你是都这样呢。四，胎心率低，孕妈咪如果怀的是男宝宝，那么胎心率的跳动次数往往不会高于140次，如果高于150次的话，生女宝宝的几率就会更大。五，很调皮，如果你怀孕7个月以后胎动出现的频率非常高，总是喜欢在你要休息或者忙碌的时候就捣蛋，那么生男宝宝的概率肯定会大，毕竟调皮是男孩专属，不管是男宝还是女宝，希望所有宝宝都健康出生，接好运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